每天都被一件事困扰，那就是孬点啥菜呢？今天上市场转悠一圈，发现这一拿多长的大泥鳅是真招人稀罕呢，妥妥的，就它吧。这大泥鳅虽然买的时候价位着实让我心疼一下子，但是我必须吃剩它，让自己幸福一阵子。酱焖大泥鳅，咱们走起。做这玩意儿呢，准备工作非常的简单，蒜瓣咱们拍一下子，然后切两个姜片，准备点葱花和香菜末，咱们点火开干。首先咱们起锅烧点水，把大泥鳅装进食品袋，既盐身的咱们给它扔进锅中，给它干团灭它。我觉得这样式的呢，比拿盐沙啥的稍微人道一点。这水烫一下子呢，一方面是一会儿让它做的时候消停的，别把油啊酱啊甩的哪儿都是，一方面是烫掉它的粘液。有人可能得说，哎，你这泥鳅还没去糖呢。这玩意儿啊，它不用去糖，就一根肠子。南方的朋友可能不咋太能接受，但是东北人都知道。泥鳅烫好以后啊，咱们把食品袋给它拽下去，然后顺便把锅里的浮沫给它打一打。紧接着呢，把焯好的泥鳅倒出控水，咱们起锅加入少许的底油，往锅高点八角、香叶和红干椒，往进整少许的郫县豆瓣酱，再搞上它半勺子黄豆酱。之前准备好的姜蒜下入锅中，然后给它撅咕几下子，炒出香味儿。然后就向锅中加入清水，这个水你得多加点，因为这玩意儿得多炖一会儿。这玩意儿要是在饭店做，一般都是上高压锅直接压上十分钟。紧接着呢，把泥鳅下入锅中，咱们开始调味儿。咱们向锅中加入盐补味儿，少许鸡精提鲜，白糖融合口味辅助提鲜，生抽。大火烧开以后啊，咱们转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咕咚它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千滚豆腐万滚鱼嘛。感觉咕咚的差不多到时间以后，咱们打开锅盖，挑去八角、姜蒜、红干椒，然后咱们开大火收汁儿。这个汁儿收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咱们晃动锅，让鱼在锅中旋转，然后慢慢的向锅中引入水淀粉勾芡。最后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，就沿锅边挤一杆子料油提味儿，要是没有的话呢，你就直接出锅装盘儿。再往上撒那么一点葱花和香菜末，这味儿那是挠挠的呀。看到这儿，一份咸鲜微辣、酱香味十足、肉质肥美细嫩的酱焖泥鳅制作完成。遇到厨房笔记哥，从此做菜没坎坷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最真实接地气儿的家常菜制作过程。